更新完了你们的 MySajatra 之后啊，还有一个步骤要做，就是要去 update 你们的生日日期啊，这样你才会看到你的那个 QR code 才有资料。首先你打开你的 MySajatra，然后这个关掉，Add profile，然后拉到上面去。这边有一个 QR，打开这个 QR，这边就是叫你输入你的那个生日日期啊，你 tap me there，然后这边你输入你的生日日期，然后按 done，然后这边打勾。然后这边输入你的国家，Malaysia，然后按 OK，然后按 Save，然后关掉你的 MySajatra Apps，重新打开。Close profile QR，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了，这样子就对了。